你们在展览。牛。牛。吉娜。哈哈哈。在这儿还是有待出了有点不同的感受的。完全不一样。他关键是就是逼着你做了一件你过去肯定不会去做的事儿。嗯，是。但是这个一做呢你也挺有感想。让我认识到我以后要喜欢这件事儿，要去做这件事儿。嗯。这我头一次养小宠物。我一天我就不想离手了。对呀、啊、就你走哪上待哪。对对。我小时候养过兔子。我们养的叫安哥拉长毛兔。我们这个兔子叫啥？什么品种？不知道你这个。叫狼格拉。狼。狼格拉。安哥拉。狼格拉。狼格拉。你刚才叫起个狼格纳。啊，狼格纳。挺好。您那个，您讲一讲这个玩意儿怎么养？我这就好，还是想学习一下。就这个，你需要注意什么？不是很好养，我觉得我们家养过。啊、嗯，你放在家里必须要有人看着它，而且必须要有人按时喂它，也不能把它放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就跑了。反正我们家的兔子就这么跑的。哟，这么牛呢，这个东西。你不知道你那个园子里有没有人打过药？如果打过药，它一吃它就死了。真的。反正不能饿了，不能冻了，不能晒了，不能渴了，反正就很多，你就得伺候好了啊。这么对对，它就是能吃是吧？您那也能吃？它就吃啊、嗯。我一会儿给你表演一下那个它吃那个胡萝卜。吃冷漠了，那我吃冷漠了，那我疯了，就这样。我那样了，我。